谢谢你们的表演。刚刚啊，我们的小朋友们没有补棒，补棒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跳，所以他们还是把表演完成了。他们很担心，可是他们知道我们要完成舞蹈，因为我们要让观众欣赏，所以呢，他们一样就是照样的把它跳完。再给他们热烈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下半场有看到两个道具，一个呢叫做水袖，一个叫做平鼓哈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也会再问问大家哦，要记得哦，一个是漂亮的水袖，一个是平鼓。好，时间过得非常快，天色也黑了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是我们最后一个节目，节目结束之后，大家还不要离开哦，因为我们有奖征答。好，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飘散，那我们的扇子呢是舞名叫做彩蝶月影，那是由我们的小朋友表演，那要舞艺呢是要表现出春暖花开百花齐放蝴蝶翩翩起舞的样子，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大家。
是想硬拼奥吧，也不能这么说。我们的虽然说音响方面有点小朋友，接下来是我们最热烈的，来有奖征答。好啊啊啊，要走啦。好，有奖征答。好，首先我要请问大家，来，有要请问大家，今天我们刚刚有两个道具的演出，前面的不管飘散哦，啊，好，我讲出来了，好了，这个也可以讲，还有两个道具，那一次讲一个，就有两个奖品可以领哦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这位妈妈，哎，这位妈妈刚刚是不是有回答过呢？有吗？好，那我们把机会让人家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一杯，一二三。好好，我看这个妈妈，好，来，请大声说，好，水秀，对，答对了，给她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来来来，再一个哦，好，预备，一二，一二三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风好强，看不太到，预备，一二三。请说，铃鼓，好，也算你对。我们刚刚的确有铃鼓，好好，再来再来，我还有很多礼物，不用担心，谢谢。好，来预备哦，一，好，可以坐前面一点，可以坐下来一点，对对对对，这样比较快，好好，好，预备哦，好，一，二，一二四，好，对不起啊，预备，一二三。好，那个红色衣服小妹来过来。好，有什么？苹果。答对了，好，给她掌声鼓励。还有还有，不用担心。好，请问玉群舞蹈班位于龙潭乡的什么路上？好，等一下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好，这样感觉好像在照我，可是其实不是。好，